看电影。怎么样，进库了吗？我是刚刚的喝上了112年了。9月9号，7万，20点36分，手牌车是6767B 车 ，EC6啊的蓝皮文博号，终于蓝皮文博号，再见，拜拜 ，EC6。SPK32772 SPK32609 SPTP32 TPK32855 TPK32860 蓝皮文博号在汽油站七堵站终于入库驶离了，我的6767B 次在汽油站已经走了。如果你喜欢片干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奖品。20点37分9月9号，那也期待他，也预祝他这一个礼拜的活动顺利的进行下去的，还蛮开心的。虽然很多人炒电头、踩电头，但对我来说，我就是有搭过踩电头，我就是想搭电头的烂屁股快车，对吧？现在也搭到了，对吧？有时候感谢，感谢这次台铁还有一些单位，然后再办这个活动，还蛮感动。期待搭乘那一天，再见喽，拜拜。20点38分，9月9号在七堵站拍摄完毕，我的6767B次终于入库了，再见，晚安。好了，蓝皮文博号终于入库了，谢冠，再见，拜拜。5节蓝皮，然后是3节蓝皮通勤客车加2节蓝皮普快车，在七堵站终于正式结束，再见，今天的活动正式结束。